就是这样得第一份工作之后，这样很踏实的这种手拿提成的感觉，就是感觉是很神奇的，就好像自己充实感到第一桶金的那个分量突然就出现了，就是拿在手上跟进卡里不太一样，感觉挺有意思的，就是下次继续努力，就是才真正感受到这种赚钱的快乐。对，这才是快乐。